这项研习会是由省教育厅和社会处联合主办，出席人员包括各县市政府教育局长、社会科长和各区公民就业辅导中心主任以及有关人员50多人。会中决议由各县市社会教育单位配合邀请当地工商界的雇主举行座谈会，并促请社会各界合作支持，尽量提供就业机会和训练的名额，积极展开辅导工作，以开拓第5届国中毕业生的就业机会。